猫咪深夜食堂不得了了，就要跟你们讲一个挂机手游，它真的很好玩啊！你看，它这边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价格，那这个很像是可以升级吧，超级好玩的，它很像那种很像回转寿司，你看，然后这边。震动可以关掉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震动了。好险可以改，要不然我它就一直震。它这边有它的价格影响哦，你就一直升下去。我在玩法与升级教学，从这边做一个升级，那你就在这边呢一直去，有没有？一直去做菜。哦，啊，你看你之后你就会。因为对每个东西呢，你又可以去改变它的价格哦。像是你可以升级它，对，那也会赚越多的那个金币啊。那你就去做，你看这边做到比较好的东西，就可以把它收起来。客人也会给我们一些东西，真的很好玩哦。然后居然也有图鉴，你看，超想超超喜欢这个游戏的。然后它很多东西可以讲，你看，对啊，你看这样就赚到鱼币了哈。所以这是它赚钱教学，然后就它赚这个鱼币教学。然后这个鱼币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继续升级。那我们看，我们就越来越多的鱼币哦，真的很好玩。好，所以它升级教学与它的玩法，好然后下面就有一些价格，你看一下，你这边升，下面也可以升啊，中也可以升，反正你就可以平均升级。然后竟然还有拼图，对啊，好吧，就继续升下去，完整的爱上这个游戏了，你看。然后继续，就这么耐玩。哦，你看，就这么简单哦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去收集他的新图鉴。哦，这种游戏超好玩的。好我刚才就跟你们讲它的玩法，还有它的那个攻略哦，它的金曲，它里面的骨头叫鱼骨头吧？是鱼骨头吗？好，那你就会这样一直升下去。OK， 一直做，一直做。啊，下面也可以，你可以平均升级啊，像你这边，反正你就是平均升级就对了。